小夏，爸爸这辈子没留下什么值钱的，都是给你留下了这么一个烂摊子。我知道，等我走了，你妈一定会急着把这个店卖了。到时候不管她怎么唠叨这事，你也千万不要同意把这个店给卖了。记住爸爸的话，心里时时刻刻都要放着一把尺，一尺2000丈，一心容万丈。 爸，你留给我的这份手艺，我就是拼了命也要把它传承下去。不管有多困难，我都不会放弃。什么传承传统？如果业绩上不去，一切都是废话。你怎么这么执迷不悟啊？还坚持什么传统手工艺？如果出不了货，那就是违约，会让我们所有的员工饿肚子，到时候我们的工厂也会倒闭。 我注入资金帮你，是想救这个厂子，希望这个厂子还有明天。只有我们这个服装公司上市了，才能对得起所有的股东。听我一句，公司上市以后，你要坚持你的什么传统手工艺，我绝不反对。但是你要明白，只有上市了，我们才有自己真正的品牌。 文笑，这是这一季的设计稿。这次我融入了当下所有的流行元素，今年我们的产品一定会成为夏季的爆款，所有商家都会满意。这么有自信？公司有今天，我这个首席设计师应该说功不可没吧。我可是 DI 的设计总监哦。 这2年，我们集团旗下的品牌时装销售额不足预计的 70%， 很多款式也是以打折的方式销售的，公司营运上完全达不到上市的标准。而且，每季新款发布会，大部分设计都跟其他公司的设计款式多少有些雷同，毫无新意。如果在短期内想完成业绩，做好上市准备，我想还是考虑注入新的设计理念，跳脱现有的设计思维。如果这一季的销量再冲不上去的话， 公司上市的几率微乎其微啊，林珊。放心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来之前我就已经跟工厂交代过了，这季的新品要提前投入生产，为公司争取时间。3天后时装秀一结束，我们就可以立即推出。这次的时装秀一定会圆满的。文潇，你也别因为公司上市给自己太大的压力。 我会替你分担的，我有事就先不陪你了，我先走了。